我是公安列车长的112年12月26号。好了，拍完这条就要走。瑞芳站，9:46，出发的是7:50出的。一样在站内交汇11364。163单程线，我要速接顺走车里，而7:50车里在瑞芳站内停靠。9:46。人快车，来了1364北五八的用阳性啊，瑞芳九百行全车，在终点在瑞芳站准备行啊。开往450区间快车，1364在瑞芳站内驶进啊。947圈哦，耶！我的1314看到瑞芳的947圈了，来，终于在瑞芳的时间，谢谢大家吗？好了，接下来拜拜。2月16号9:47。啊，7:50是 I6 和那个头，速接顺走上。这么快？啊，好窄啊！还在等通通。拜拜，再见。9:48。在讲吗？97区间快车，乘零七次，看速。现在麻烦。